我哋下面我打电话问。好啦，我啦。你睇到都搬到你，你睇北边啦，你睇睇下个叫咩？睇电台仔㗎啦，到只日到搭配到吉电台仔。你夹外边？到放到 L 嘅，到到吉电台有。咁样诶，有只唔系话借两片嘅。到啦，我连位，到啦，我拎电啦，平电啦，咁样。咁都未低喎，仲有个电台我都用。你抢走了都什么东西啊？那个我一个手提包，手提的小包包。你说。我被抢的是有一个手提的小包，好黑呀，然后里边有两部手机，都是 OPPO 的，然后有现金2000多，还有是人民币2000多。什么时候被抢走的？就是吃完饭就不认。几个人？我们两个人抢的，我们四个人，两个人。男的女的？两个男的，两个骑摩托车的男的。骑摩托车吗？对。然后我里边有